好，我是轩妮，今天要介绍给大家031的547蜜粉修饰刷。上好基本底妆之后，我们要来定妆上蜜粉。首先用蜜粉刷的边缘顺着毛流按压沾上蜜粉，像这样边缘都沾满了蜜粉，只留下蜜粉刷的顶端是没有沾到的。用旋转的方式按压在脸上，太阳穴、鼻梁都要记得哟。接下来，刚刚没有沾到粉的顶端派上用场喽。利用笔刷的顶端，干净的刷毛，轻轻刷掉脸上多余的蜜粉。最后的步骤，将蜜粉刷用拇指和食指压成扇形，均匀的按压在脸上的每一个角落，眼窝、鼻翼都不要放过哦。现在我们戴上口罩来测试一下吧。哇，真的没有掉粉哎！另外，这支蜜粉刷还能修容哦，加强一下锁骨的地方。好啦，清透自然的底妆就完成了。